Hello， 老板，我是江阳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张小菊剪刀。OK， 这个不是脏东西哦，那个50块的，这一支要79块哦。然后它的长度是14公分，为什么它要79块？解释给你听。来，这边都有锯齿，太近一点。而且呢，我自己在使用，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符合人体工学。为什么叫张小菊？我感觉它的这个我所谓的这个刀刃哦，这个剪刀刃非常的厚实。OK， 我们来实际来测试一下，80磅的这个线哦，80磅的硬线哦，大家轻轻松松哦，不要怀疑。OK， 你们会说这个东西剪刀芯当然很好剪。OK， 我们再来剪这个15号 P 线哦，非常好剪。不用拉紧，轻轻剪就开了。这一支只要你79块，它叫张小菊，哦，14公分，符合人体工学，锯齿痕都有配置，哦，有需要都可以找到我们联合钓具。哦，这个我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找，或者为什么会79块呢？尽量价格压低回馈顾客。其实这一把剪刀在早期，不要讲哪个中盘上，他们就有代理进来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售价是250块，今天都不用，都只要79块。有需要，我欢迎你们找到我。OK， 感谢您。